哎，你看，那个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多有意思啊，那个。哎，你看那个，就那个，好像是我同学画的，咱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就那个。你快点儿，急什么呀？都跟我混了这么久了，能不能有点气质？好歹这是个艺术区，哪有人穿成你这样来看画展的？穿成我这样怎么了？不对，按照你的文化程度，你是不可能来看画展。说，到底干嘛来了？我就是想陶冶陶冶情操，不行啊？是吗？看来我平时的修养还是有影响到你的嘛。切，走吧。走。怎么样？你好像还挺喜欢这儿啊。咱们去那边看看。那不是明天吗？哪儿哪儿哪儿！真为你的智商感到心碎。哎，什么陶冶情操啊？明明是来捉奸的。你怎么叫捉奸呢？你别说话那么难听好不好？你说他刚出差回来，这么相亲合适吗？你自己不也说这是丁局给他安排的政治任务吗？照我说，男人最怕难缠的女人了。谁难缠了？我是来看画展的好吗？看画展是吗？那这边走。哎呀，弯弯，招了，招了，招了。我就是想来看看那女的长什么样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人呢？刚刚明明在这儿的呀。不会吧？我们不会迷路了吧？这样吧，分头找。哎，奇怪了，就这么会儿功夫不见了，就跟那女的跑了，我哪儿不如她了？自身难保了，还敢报警？活腻歪了你！不让你报警，不让你报警，跑啊你！你不是想跑吗？活腻歪了你，臭婊子，臭婊子！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跟庄强什么关系，还钱！救命啊！听见没？你还喊救命？救命！不让你喊救命，喊啊！我让你喊，还钱！我告诉你，还钱你哪儿都去不了。刘鑫，谁？别说话。你们几个，快坐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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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想办法呀！爸爸。如妍希，如妍希，你在吗？
高丽莎，今儿你要么付房租，要么滚蛋。等等，我是高丽莎，你是房东。你们，啊不，我们的关系很熟吗？你少跟我在这儿装疯卖傻的！我告诉你，没用，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啊！你有钱也得给，你没钱找钱你也得给。钱我会付给你的，但是你要答应我。 你要把你知道高丽莎所有的事都告诉我。哎，别啰嗦，给钱。没钱包，这不科学啊！对不住了，大妈。哎，高丽莎，闪电。 出租车，哎，我先叫的车，哎，哎。
威一看就是地摊货。哎，真是一筹毁损。我们认识吗？哎，你干嘛呀你？刘鑫，你听我说。咱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是在汽车站。哎，姐们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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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，一比一是不是？哎，要不你便宜我得了。你什么你明白没有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弯弯告诉你的。我就是曲小弯，刚才那个女人她是高丽莎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两个灵魂互换了，但是我千真万确是曲小弯。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难道一点默契都没有吗？莎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总以为自己是我。她不是曲小弯，我才是。啊，刘鑫，之前我拿100欧元跟你换了100块人民币，之后大巴差点坠入山崖，我触发了我的执念力，停止了时间。你误时间啊！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相识了，对吗？对啊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如果你是曲小弯，那么那张欧元的编号是多少？这开玩笑呢吧？这谁记得？不科学。X11886940721。哇塞，你好厉害啊！不可能。可不可能？查一查不就知道了。刘鑫，你到现在也没去欧洲旅游过，那张钱还在你手上吧？在，在我包里。莎莎，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啊，去看医生了吗？你干什么呀？我朋友还在呢。小姐，您的热巧克力。你干嘛？这是我的。现在立刻马上读我的心。啊？别看我的脸，直接读我的心，快点。我是曲小弯，我是曲小弯，我是曲小弯。刘鑫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高中同学莎莎，我跟她聊两句，你先喝着啊。哎，来，我干什么你？你来干什么？果然是你搞的鬼，高丽莎。不愧是高材生，还不到10小时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。没错。我就是高丽莎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
这还不够明显吗？我们之间灵魂互换了呀。鬼都看得出是灵魂互换，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换回来。你这是秋人的态度吗？谁让你这样做的？你什么目的？难道你是执念师？执念师？什么执念师？你不知道？简单跟你说，我也是执念师。我知道你一开始很难接受这件事情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刚刚喝热巧克力就是为了让柳心读你的心，对吗？所以柳心是具有读心术的执念师。至于你嘛，暂停时间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是柳心告诉你的？好好看看这张脸。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呢。快想办法呀，王八！想起来了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也以为我已经死了，可能是老天看我活得太憋屈，想重新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你什么意思？用你的话说，我真为你的智商感到心碎，是这样吗？你别惊讶，我还知道很多你的事情。你14岁初恋，对方是高你2届的学长，你拼了命的读书，就是为了想去他们班旁听。可是到最后，他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后来你们读了1所重点高中，可是他早就被开除了，还需要我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够了，不用说了。你看起来很霸道，其实不是，你的内心十分脆弱，你的强大全是你的伪装。你把柳心当做你唯一的依靠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？因为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呀。不过有一点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把柳心当成我唯一的朋友。唯一，你明白吗？我真为你的人生感到心碎。可怜的人是你吧，曲小弯啊，曲小弯。在你认识柳心之前，你不觉得你的人生很失败吗？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连男朋友都被闺蜜给撬了。你真的以为这些都是别人的错？我来不是和你说这些的，换还是不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一句也听不懂。你不过只是我的一个高中同学，因为精神失常，我可怜你才接近你的。我把钱给了你，你拿了钱就走了，仅此而已。文文，你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呢，马上来。听见了吗？我的朋友，哦不对，应该是你唯一的精神依靠，现在正在呼唤我。好好享受。弯弯，你还喝吗？啊，不喝了。那我喝啦。嗯。嗯，哎，刚才那个真的是你同学啊？高中同学。那我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啊？啊，高中的时候他就总是神神叨叨的，所以没什么朋友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。他总把自己想成是我。可能是羡慕我的人生吧。那还挺可怜的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他有现在的结果，就是他自己优柔寡断造成的。嗯？啊，我的意思是啊，他从小就很不幸，父母早就离异了，互相又重新组建了家庭。他就像是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的。高中以后就再也没念过书了。也算是自己把自己养大的吧，哎，挺辛苦的。这样听起来还真的是挺可怜的。
哎，早知道刚刚咱们就应该留他吃顿饭的，就这么把他赶走了，我还挺不好意思。千万别留他，他有妄想症的，还是离他远点比较好。哦。哎，那你有跟他说过我们的事儿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我会读心的事儿啊。说了说了，我当时啊就是想吓唬吓唬他，不过他那种神神叨叨的样子跟别人说了，别人也不会相信的，你就放心吧。怪不得他刚才拼命喝东西让我读心呢，奇奇怪怪的。嗯，真是欺人太甚！找大锁，他会帮我的。我不开锁了，别再打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医院。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突然就……现在又老又丑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倒没有。你不用骗我，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一天会来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的快。没事儿啊，没事儿。你先休息一会儿。医生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检查的结果是他没有外伤，也没有疾病，就是脏器功能衰竭，俗称就是自然死亡，就是老死。看情况，他过不了今天晚上了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医生，医生，我求求你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呀！我知道你失去母亲心里很痛苦，但是也不要太悲伤了。你母亲她没有什么痛苦，她走的时候也会很安详的。可她是我爱人。算了。医生说你没事的，放心。不用安慰我，我不怕死。不会死的，我这就去找联盟的人，去找那背头，他一定会救你的。没有用的，他们不会管我。大锁。我有话对你说，以前我冷落你，拒绝你，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天会来，怕你会痛苦，可没想到还是让你我曾经的愿望
就是生老病死，白头到老。相信我，无论我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也一定会救你的。救不了了，这是我永生的代价。是要偿还的罪孽。我们可以的，你说过的，要天荒地老啊。这次的天荒地老，恐怕只能你一个人过了。袁熙，医生，快来人啊！好先生，我们现在要为这位女士换药，麻烦您出去一下好吗？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